又到了喜闻乐见的 CA 挤牙膏环节，挤的还是人形风扇勇士敬畏这款旧牙膏。不过呢，好歹有个新东西，这些左手剑右手杖的应该呢是坚崎信徒，和之前的苍白召唤师的武器基本一致。鉴于呢他是坚崎的信徒，所以呢游戏中估计会有一个绑定法术给他们使用，就和战二中暗精灵的末日火术士差不多。不过人家末日火术士啊，跑得又快，又是魔法攻击，然后呢这个绑定法术又强，性价比爆炸。而你这个坚崎信徒的话呢，这个技能应该不会很强啊，你给一个什么简单的伤害型法术，或者说给到一个单体的 debuff 法术啊，就差不多了。 OK， 那么因为这次 CA 放出的内容实在太少了，我们就先说到这边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会，拜拜。